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地方。那它这边下面它是有去比较 C 语言的 structure 跟 C 加加的 class。那如果是 C 语言的 structure 的话，它是所有的 member 都是 public，就是 structure 它没有 private 了，没有 private 的 member。然后呢，structure 呢，它只有 member data，没有 member function。所以这个是 structure 跟 class 的差别。那 class 的话，它可以去设定说它的 member 要是 private 或者是 public。然后 class 的话，它可以有 member data，也可以有 member function。然后这个 member function 它可以是 public 或者是 private，然后 member data 也可以是 public 或是 private，都可以。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两个名词，叫做 accessor 跟 mutator。好，那我们直接看这个例子会比较快一点哦。那所以我就把这个例子复制下来。那我解释一下这个定义哦，就是说它这边定义了一个 class 叫 day of year，这个是一个 data type，我们定义了一个 data type。那这个 data type 下面呢，它有两个 member data，就是 month 跟 day，然后它的标签是 private，然后它有一些 member，它有四个 member function，哦，这四个 member function 都是在 public 的标签下。然后它有一个 member function 叫做 set day，那这个 set day 的目的呢是去设定这个 member data day。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哦，它的定义很简单，只有一行。这个是它上面这一行是 set day 的宣告，它的宣告呢是放在这个 data type 的定义里面。然后这个 set day 的定义呢是放在这个 class 定义的外面，那它有一个输入哈，这个 function 有一个输入，就是它的输入是一个整数，叫做 new day。那它这个 function 只有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 new day 去 assign 给这个 day。这个 day 是什么东西呢？是它的 member data，就是它的这个 private member 这个 day。那这个 set day 呢，它有一个名词，就是叫 mutator，就是修改的意思，因为它去修改了它内部的一个 member，所以它这叫 mutator，就是修改，它去修改到了这个 function 的目的是去修改它的内部的一个变数。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用法，因为呢，这个 day 啊，它不是这个 day，它是这个 class 内部的一个变数，它不是靠这个参数来传递的，它也不是这个 function 的 local variable，都不是，所以这个 day 跟我们之前学过的都不太一样。我们之前学的就是我们在定义一个 function 的时候，你这个 function 里面用到的变数只有两种可能嘛，一种是传进来的，然后另外一种是在 function 的内部宣告的。那还有另外一种是 global 啦，但是 global 通常我们不会用。那像这边我们就是用到一个新的用法，就是说它这边的它可以它用到的变数可以是 member data。那这个 member function 你这个 member function 一定可以存取 member data，不管它是 private 或 public。然后这个它的回传值是 void，因为它这边没有 return。
那有一些是可以有 return 哦，像下面这个 function get day， 它也是一个 member function， 那它没有输入，哦，但是它会有一个回传值，它回传值是一个整数，那它这边就是直接回传这个 member variable， 就是这个 day， 它就把直接把这个 class 的 member data day 回传回去。那这个 function 有一个名称叫做 accessor。access 就存取嘛，我去存取这个 class 内部的资料，那这个 function 就是叫 accessor。所以呢，我们是透过 accessor 去拿到，我们透过这个 accessor 去拿到这个 class 它内部的资料，然后我们透过 mutator 呢去修改这个 class 内部的资料，内部的 day 啊，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这边是修改 day 嘛，就是 get day 跟 set day。那同样的，你可以写一个 get month 跟 set month。所以它这边是透过 accessor 去存取这个 class 内部的资料，然后透过 mutator 去修改，class 内部的资料。那这个。你这个，如果你是平常写比较小型的作业，你会觉得很麻烦嘛？就是我要修改一个资料或存取一个资料，我干嘛还要特别写两个 function？ 就是感觉很多此一举嘛。哦，那这个原因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他想要去保护他的资料。那当我们想要存取资料的时候，就是要透过他提供的 function。那你要透过他提供的 function 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保护机制，比方说它可以，它在 set day 的时候，它可以去检查说你输入的这个 day 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日期，或者是你在 get day 的时候，它可以控制，它可以做对它的要回传的这个值做一个控制，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是它，透过这个 accessor 跟 mutator 来控制这个，这个它 member data 的存取。那一般而言，就是说你写小型的程式是不需要这样的，你写小型的程式，你可能不需要去写 accessor 跟 mutator。但是说，如果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需要去保护你的资料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就是在你的 data type 里面去增加 accessor 跟 mutator。好，那下面这边是它的。它的用法，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使用。好，那我这边把刚才的那个定义都贴过来了。好，那下面这边它是去。它这边就是用 day of year 去宣告一个 object today， 那这个 today 呢就可以去呼叫它的 member function， 所以它这边是呼叫这个 set month 这个 function， 那它去把这个12，就是它把这个12它就会 copy 给这个 new month， 这是 call by value 嘛，它把这个12 copy 给 new month， 那它把这个 new month assign 给这个 member data， 就是这个 month， 因为 month 是这个 day of year 的一个 member 嘛，所以他把这个12 assign 给这个 month， 所以下面这边呢，我们用 today 点 get month 去存取这个 month 的值的时候，这个 month 的值就会是12。哦，那同理，我们可以用 set day 去设定这个 day 的值是26，然后这边下面的 get day 它印出来就会是20，它的这个 day 的值就会是26。那这边，我那个 set month 跟 get month 还没有宣告，所以这边要加上那个 set month 跟 get month。所以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它这个 months 的值就被改成十二，然后 day 的值就被改成26。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假设我不去设定，我不去设定这个 set months 跟 set day，那这样子 months 跟 day 的值是多少？它这边是都是零啊，假设你没有去设定的话，这边通常啊，我这边通常我们会去初始化，就是这个 member data 这个地方，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教，就是这个 member data 的初始化是透过 constructor，就是我们会透过这个建构值来初始化这个 member data 的值。那它这边的话，是你没有初始化的话，看起来是零，但是这个应该还不太一定，这个可能要查一下，有可能是，有可能是，random 也有可能，所以这个可能，这需要去查一下。但是通常啊，就是我们都会给 member data 一个初始值啊，我们会透过 constructor。那这个的话，大家如果之前没有学过的话，可以回去练习一下哦。就是说，怎么去定义一个 data type，然后在 data type 里面你怎么去宣告一个 function，然后宣告完之后在这个 class 的外面你怎么样去定义一个 member function。这个假设你之前假设你是没有学过，之前没有接触过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会自己写一次看看哦，去熟悉一下这个它的定义 data type 的语法。好，那接下来，到这边为止，我们已经介绍完那个 class 的语法的部分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三个部分，就是OOP 的一个简介，就是那个物件导向程式语言的一个简介。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学的那个 class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用途？我们刚才学的 class 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data type。那我们在使用 data type 的时候，就是比方说我们在使用 integer 好了，integer 的话，它可以进行加法嘛，加减乘除。那如果是 string 也是一个 data type，它可以进行 string 的串接，然后或者是 string 的一些其他的运算。所以一个 data type 呢，就一个 class 其实就是一个 data type。那一个 data type 会有它自己的 data，比方说 string，如果是 string 的话，我要把这些我内部的 data 就是那些字元嘛。那我要支持一些运算哦，那些运算其实就是 member function。比方说我一个 string，我要去支持串接，那这个串接就是一个 member function。然后这个 member function 它可以是call by value 或 call by reference，就是这个可以由我们自己来控制啊。所以我们定义的这个 data type 呢，使用起来就是像内建的 data type 一样，就是像 integer 或者是像 string 这种 data type 一样。那它这边是以这个整数这个 data type 为例子啊。这个 integer 这个 data type 它会储存一个整数嘛，它会把它存在机体里面。
所以这个是它的 data， 这个数字就是它的 data。 那这个 data type 呢，它支援一些运算，包括加减乘除求余数这些运算。然后像如果是字串的话，它的 data 就是字元，然后它支持的运算的话就是像说串接，或者是那个方就是那个 bracket 的话就是存取字串里面的元素。那当我们在设计一个 data type 的时候，我们定义一个 data type 其实就是在设计一个 data type。那当我们在设计 data type 的时候呢，我们要替这个使用者去考虑，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个 data type 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使用者。那使用者当然是不需要去知道你内部怎么实作的嘛。比方说我在使用这个 C++ 的 string 的时候，我不需要去知道它的内部是怎么去串接两个 string， 或者是它如何去进行机体的配置，我不需要去知道这些东西，因为我如果需要去知道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使用起来会很麻烦嘛，就是我要符合一些很多规定才能够使用这个 data type， 那这个对使用者来说是一个就是会增加使用者的负担了，使用者使用这个 data type 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最好的 data type 就是说，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他不需要去知道说你这个 data type 内部实作的细节，他知道的越少越好，他只要会用就可以了。比方说，他可以用加减乘除，他只要会呼叫这些function就可以了，但是他不需要知道说你这些加减乘除内部是怎么去实作的。他不需要知道你怎么去配置记忆体。哦，那这个其实就是叫抽象化，就是 abstract， 就是我们把那些那个实作的细节隐藏起来，哦，这个叫抽象化。那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就是希望去做到这个抽象化，因为写程式的时候，你会希望说我只要会用这个function就好了。比方说我们都有用在排序嘛，我们都会用排序嘛，但是这个排序内部它怎么实作我们不用管，我们只要关心说这个排序它的用法是怎么用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抽象化。那通常呢，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 interface 跟implementation 分离开来。 interface 就是我们使用的界面，那我们使用的界面它这边指的通常就是 function 啊，我们使用一个 function， 那跟我们要把这个 function 跟它的实作去区分开来。哦，那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的实作如果有更新的话，使用者不用去更新它的程式码。比方说我现在呼叫一个sorting 的 function， 然后我把我的 interface 跟 implementation 分开来。那假设我 sorting 我排序的方法我有改变，比方说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排序方法，它的速度可以快十倍，那我界面没有改变，使用者在呼叫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呼叫界面，但是我实作我可以改变，我实作如果变快了，我可以重新编译我的程式码，然后他在编译的时候可以把新的这个实作就是 link 上去的话，那使用者在使用这个界面的时候，他不需要去改变他的使用方法，他仍然是维持他那边的原始码。那这样子对使用者来说就是他的负担是最小的，因为他不需要去更改到他那边的使用的程式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去分离这个 interface 跟 implementation。 那这个其实也是就是物件导向程式语言它的一个原则啦，它希望做到去分离界面跟实作。那它会希望说使用者只要知道如何去
呼叫这个function就好了，如何去存取这个界面就好了，它不需要使用者去知道你是如何实作的。那这个优点就是刚才讲过了嘛，就是说你改变实作的话，使用者不需要去改变他们的程式。所以这个物件导向程式语言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些核心的精神，就是说它希望把它的实作是隐藏起来的，然后它希望使用者不会直接去接触到内部的资料，所以他会把他的资料都 或者是运算都把它封装起来。那他这边比较了一下，就是这个物件导向程式语言跟我们之前就是 C 语言的那种设计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它有左边跟右边嘛，左边就是那个 C 语言，就是那个 procedure oriented programming， procedure 就是 function 的意思，就是以 function 为导向的程式设计方法。那如果是像这种方法的话，我们是就是每一个 function 之间都是独立的嘛，比如说 function 1 function 2 function 3它彼此是独立的，然后如果你要传这些 data 给这个 function 的话，你可能要透过一个什么 global data， 或者是你要透过那个参数列去传递这些 data。那这个是就是 procedure oriented programming 的方式，就是类似 C 语言啊 ，C 语言大概都是这样的方式。好，那它右边是这个物件导向程式语言的方式。物件程式导向语言就不太一样了，它是把它的 data 跟 function 都包在一个 object 里面。所以它这边是把 data 跟 function 都包在一个 object 里面，然后 object 跟 object 在沟通的时候呢，它是透过这个 function 在沟通，所以这个是物件导向程式语言的方式。那我们可以看到物件导向程式语言的一个优点，就是在于说它把它的 data 都封装起来的，就是这些 object 它是看不到外面，它是看不到其他 object 内部的 data 的。它如果要去存取这些其他 object 内部的 data 的话，它必须要透过 function。所以这个物件导向程式语言呢，就是它可以去，有效的保护它这个内部的资料。那至于说怎么保护呢？就是透过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那些 private 的标签，还有你的那个 accessor 跟 mutator， 就是透过这些 interface 去保护你内部的，这些资料。好，那他这边后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去比较，就是 procedure oriented programming 跟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之间的差别。那这个其实像我们的作业5或作业4，其实都可以改写成用物件导向的方式。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作业。比方说我们这个作业5的这个范本，它有用到什么 scores vec name vec， 对，那它这个就是 POP， 就是 procedure oriented programming 的写法。那它其实可以改得更好，就是它可以利用物件的方式把这些资料都封装起来。对，那 只不过就是我们之前还没有教到物件导向，所以我这个地方我就没有用 class 的写法。好，那下课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先休息10分钟。教授，这个可以问问题吗？好。就是我就是那个，好，这是作业4。然后我的正确率第一个是100，第二个是55，所以我想应该只要改55的那个就好。然后这是我原本的打的方式，然后我就是想说，就是这个，我就设一个 max 的东西，就是把他每次考试的每个学生的分数加起来，然后我就想，接下来我就是去找他最大值是什么，找到之后就再写一个 for loop， 这 for loop 是找他最大的，因为老师作业好像是要输出最小的那一次。
N 数就是同个分数的话，就输出小的次数那一次。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一找到就直接 work 掉。然后我想问的是，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我逻辑错在哪，想请教老师一下。课本有，之前教的投影片也都有这个，就是给你一个 array 如何去找对大值。你现在是给你一个 array， 你不会去找对大值吗？还是这样？不是，都找到了。然后我的 input output sample 全部都试过，都是对的。没有，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你会55，就是里面一定有错了。非常确定这件事情，一定有错。你不可能说那些 input output sample 都对，然后你才得55。我非常确定，我全部测过。老板 sample 再跑一遍，你老师要更新 sample，老师要更新他的 sample。可是我是上课前再跑一遍的，这是刚跑完，然后对我每你全部都测过了，对，十个都测过了，对，全部，然后全部都对，对，然后对，就有问题。可是我有注意到一点，就是我在跑的时候它会卡一下，是因为。你可以用线上编辑，你是用线上编辑器测的吗？应该说，我都是用线上编辑器，线上编辑器就包括写的之类的，全部都是线上编辑器。然后我这边有用另外一个方式 STD， 也我在想是不是这个比较快一点，它比较不容易卡。正常来说是不可能会卡住，因为这个是非常快的，就是不需要有任何计算量，非常小，几乎不太有可能会卡住。嗯，对啊。那、它其实就是，你要先，其实就只有两步而已啊。第一步是你要把最大每一次没有，第一步是要把每一次小考的总分算出来嘛，这是第一步嘛。嗯。然后第二步是去找出最大的那一个小考分数，就只有两步而已啊。只有两步而已、啊。那你在找出最大的小考分数的时候，这个你只要写一个 for 回圈就可以完成了。这一步只要写一个 for 回圈就回圈，不需要再什么写什么两个 for 回圈还是什么内部的，不需要这样子。最大的那一次。OK， 好，不然后面同学先问一下好了。好，不好意思，没关系。那个教授很搞笑，我昨天晚上记了一个作业，然后没有看到、那個。你是几点记的？12点多。哦，我讲过了哈，就是几点？对，前面讲过的是我们都是十点前啊，10点前他才会、才会看到你的成果。如果是10点以后，就是等下个礼拜。所以说基本上我就是没有，还是说我可以跑分程式可以跑？什么意思？就我还可以跑用跑分程式吗？还是就是看结果是这样子？什么叫看作业室？哦，你说作业室吧？作业室。因为 result 我没有看到，就对啊，因为所以你没有成绩吗？作业是没有成绩吗？没有，但是我有记，反正还没截止嘛。你是今天放学？对，今天截止了，那你就是等、要等截止之后才知道成绩。对，有办法在那个什么 office time 之类的看跑分程式吗？没有办法，那是都是我自己在跑了，所以你要等我有时间去跑那个跑分程式，才可以看到成绩。那今天有机会吗？没有办法，要在下次上课前。下次上课前，对。所以说我不会知道那个我这一份，你说直接就是一般样的成绩出来就是这样，对吧？对，好，对，因为你是在十点之后记的嘛，所以十点之后记就是你要等，就是等最后一次公布多少就多少。我以为是，好，我以为是12点。我也是那个作业室，就是之前记的时候，我因为我自己都会有自己一个 homework 式的档案，然后上次记不然记到那个，因为我忘记存到那个学号了，然后结果上次。不知道学校档的时候，好像就是多出一个那个，所以这样就变异出了。所以这样应该是没办法再看正确率。对，我可以问一下，你要再重记就是你的那个跑那个正确率是讲，只要这样子，它是一模一样就 OK 了。对，有可能你范例都对，但是还是会错几分。有可能，因为我是这样，所以应该这样是没问题的。就是、基本上如果 input output 都对的话，因为这是你那个范例，就是这个范例。然后这个是程式跑出来的，对，这个是他跑出来的，对吧、啊？如果你那些 input output sample 都有通过测试，那应该你的程式最少至少，对，应该是会分数不会太离谱了。我六个都有通过，但问题是，我另外一个没有跟对，六个通过，
那你正确率是多少？九个个，我定那个94哦。对，我定那一个够九个个，但我六个都有通过。你是说第几次作业？第五，那该门五。第五个。对。对，我六个都各过了，刚刚那都已经用原本的那个各过。应该不太可能了，因为我有测试过了。就是我有搞到变更 GIGA 呀，你是用线上编译器吗？那我用那第五 GIGA， 但我刚用电钢编译器也该用一遍了，也跟一模一样。OK， 你问他，我复制。所以我刚给过来吧，丢过那我对比过过六个勾一模一样，没有 I， 六个都一样。对，你可以用线上编译器，然后测一下第六个，看有没有一样。电杠个，然后加加可以用第五个，然后我刚刚用电杠都再用六个各一遍了。是我现在觉得一看来是好多。看一下。这个是你的成果，自从出来是就是那个。还个还有那就换例外个例外哦。你是用你计件备份吗？还是用你？对，就可以用我原本的耿耿马盖各一遍，应该六个。嗯嗯嗯。那我第二个贵个有过，但我那第一个话刚盖各一遍的话，跟没有过的。你是第一个没有过，还是第二个？我第一个那没有过。你要看就有个那够九个个位，然后六个够个个刚又各一遍。所以。你是说你是第一个 accuracy 还是第二个？第一个，然后六个都过了。对，就够九个个而已。哦，然后第二个就更惨了。对，第二个更干，我给你加名干个那个。哦，那我回去看一下。我可以干个二个。哦，你是哪一个？干个这个吗？对，够我第一个干个过。我后面直接负二。对，后面我刚发现问题了。好，那我回去看一下好了。对，可是我印象中我应该是第六个错了，就是在我那边跑出来应该是第六个错。那你第二个再跑一遍。第二个我刚有六个，第六个。第六个我刚有跑过一遍啊。那就我可以用原本的耿耿马来报告。就那你刚跟第六个了吗？嗯。然后那过来的话，我刚比过跟一模一样。嗯哼。对。如果你没有动到它那个 output 的空格的话，应该不应该错？对、哦，没空格。我可以用原本格来，都没有改过。因为老师给你的 template， 你完全不用输出任何 output 啊。啊，如果没格式都不会有问题啊，那结果没有问题，那格式也没有问题，那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我回去就有可能就那六个万还有例外罐罐，就用我刚跟马盖各过来，有可能有其他例外。那我回去再看一下好了，我回去再看一下。所以老师这个意思是说，如果这六个 sample 都过了，基本上不会是94。对，应该个不会就问 g i g 跟嘛，还有 giga 例外。因为这些我都有测过了，就是这些没有100的我都有看过了。特别我会看过他哪一个例子错，然后我印象中应该是第六个例子错，就是在我的电脑跑起来是这样啊。那你现在再跑一遍，马上就知道是不是第六个。就是在问这个，就是这些如果是空格或断格的话。后面有没有多一个空格？当然，这都会影响，很奇怪。会啊，但是基本上这一题，我是复制你的数字过去，那应该是没问题。就是对啊。哦 ，OK。应该。就是你只是用，如果我是用范本提供的那个输出，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哦 ，OK。就不会有格式问题啊，因为它空格都给你固定的。反正作业是没办法再看这一卷，就是下次就直接登记成绩，对不对？对啊，对啊，下次再去。好。好，谢谢老师。大家好，那上课时间到了，所以我们继续上课。好，那我们等一下会那个，就是大概在十分钟以后吧，我们会进行那个教学意见调查。那教学意见调查的时候，我会离开啊，就是说，因为那是匿名的，所以我会离开。那我离开之后，我会等
那个教学意见调查完之后，我会再进来，然后那时候会进行点名。好，那为什么要点名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他教学意见调查需要有一定的人数，就是人数不够的话，学校会，学校就是会写信给老师，所以，老师也有压力吧，就是要让学生进来进行教学意见调查，所以我点名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因为学校要求。好，那刚才讲到就是这个 procedure oriented programming 跟这个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那这两种的话，就是说没有你写程式可以选择，你写程式可以选择说你要用哪一种啊？哦，你没有一定说一定要用 OOP 比较好，没有。有一些小程式的话，有一些小程式你可能用 POP 就可以了，因为你写 object oriented 你要去定义什么 data type 比较麻烦。像有一些小程式，你可能用 POP 就可以解决了，比如说像我们的作业，比较小型的作业，那你可以用 POP。那如果你要写一些比较大型的程式，你需要去保护你的资料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可以考虑用刚才讲的 OOP， 用那个什么 Access Mutator 去保护你的资料。所以写程式的话，其实你有很多选择，你可以根据你的任务来选择你要用哪一种方式来写程式。那他这边有做一些比较啊，就是说 POP 的话，它比较是像是以演算法为中心，就是以 function 啊， function 里面是一些解题的方法嘛，它是以解题的方法为中心。那 OOP 的话，物件导向的话，是以它的资料为核心。那这边的话就是说两种方法，两种写程式的方法都是有人在使用的。好，那我们这一章已经结束了，那我接下来我再跳到这个 constructor 的部分。就是这个 class 的话，我们要去初始化它的 object， 我们会透过 constructor， 就是所谓的建构值。好，那建构子的话，我们这边会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建构子的介绍，然后第二部分的话是跟 class 相关的一些语法，它就是一些关键字，那这边有三个关键字，分别是 const、 inline 跟 static。 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说什么是 constructor。Constructor 它其实就是一个 member function， 它是一个那个 class 的 member function。 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只要当一个物件被宣告的时候，这个 member function 就会被呼叫，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有以我们刚才这个例子啊，就是当我这边去宣告一个物件，像我这边宣告了一个物件 today，当我宣告 today 的时候，它的 constructor 就会被呼叫。所以 constructor 它会被呼叫的时机不是，是物件被宣告的时候，不是你去定义 data type 的时候，你定义 data type 的时候，它不会去呼叫 constructor。那它的目的是去初始化这个 object 的 member data。 那除了初始化之外呢，它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行为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 constructor 它其实就是一个 member function。 那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它的 function 的名字要跟这个 class 的名字要是一模一样，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它的回传值，它没有任何回传值，然后甚至连 void 都没有。我们之前有学过说 function 如果没有回传值，就是它的回传的 data type 就是 void 嘛。但是呢，这个 constructor 它没有回传值，然后甚至你也不用去写 void， 因为它连 void 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设计呢？是因为，这个 constructor 它的目的是要去初始化你的 member data 嘛，所以它当然不需要去回传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说，这个 constructor 它没有回传值，你也不需要去写 void， 因为它的本身的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只是要初始化 member data 而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哦。这个例子它定义了一个 member function、哦、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member function、哦、就是这个 day of year。 那这是一个 member function 啊，那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跟这个 data type 的名称是一样的、哦、都是叫 day of year。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回传值，像下面这个 member function 它有它没有回传任何变数嘛，所以它的回传的 data type 是 void。 可是这个 constructor 它连 void 都没有。那至于说它的输入有几个参数，这个是我们可以 自己决定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可以有很多 constructor， 然后这个 constructor 输入的个数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好，所以这边它定义了一个 constructor， 那这个 constructor 这边是宣告而已嘛，这边是宣告、哦、然后它的定义，这个 constructor 的定义是放在这个 class 的外面，然后也是一样、哦、就是说这个它的前面要接一个 scope resolution operator、哦、然后这个 scope resolution operator 前面要接这个这个 class 的名字。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member function 的定义都一样。然后它这个 constructor 它有两个输入、哦、分别是 month value 跟 day value、哦、这个是这个 function 的两个输入。然后呢，它把这个两个输入，它把这个 month value assign 给它的 member data month， 然后把这个 day value 呢 assign 给它的 member data， 就是这个 day。所以它在这个 constructor 里面呢，它就是根据它的传进来的两个参数去设定它的 member data。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最常用的 constructor 的用法，就是它的目的就是用来初始化这个 member data 的值。好，那它这边的话就是去。再重新强调一次它的重点、啊、就是说这个 constructor 的名字跟 class 的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它没有回传的 data type， 也就连 void 都没有。那 constructor 呢都是 public， 它没有 private， 它你也可以定义，你如果是 private 的话就很奇怪了，因为 constructor 是当物件宣告的时候被呼叫嘛。那你如果把它设成 private 的话，变成说宣告之后没办法去呼叫，因为它 private、哦、所以 constructor 呢通常都是 public， constructor 不会设成 private， 因为 private 的话会变成说 你物件宣告的时候它就要呼叫了嘛，那你设成 private 就 又不允许呼叫了、哦、所以这样就违背了它的意思。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那个教学调查，那我请那个调查的那个助教进来。
帮我扫描前面 QR code， 然后完成两份问卷。找不到 QR code 的，直接上网搜寻中山教学意见调查就好了。还有人还没完成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那个点名好了。然后我会用那个 Ruby 哦，所以就是请大家登录一下那个 Ruby 哦。好，那，我用 GPS 签到好了，我用 GPS 签到。所以那你就打开那个，就是打开那个 GPS 吧。
因为我们人太多了，如果全部点一次，可能就要很久才点完了，所以就是直接用这个比较快。那如果你人不在教室的话，我就是在，我人在屏东，我这个很快，在屏东。好，没关系，就是假设不在教室的话，我在就是线上，我在线上点名了。看一下这个。好，伴侣影响，如果你有在线上的话，那你在线上这边留个言好了。哦，好，哦、他是回家了，我、哦、就是回家。因为我有开线上啊，假设如果你是有一些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看一下，那个彭俊佳有在线上吗？哦，没，如果你有在线上，就是你，请你在那个聊天室那边留言。哦，那所以彭俊佳是王先生吗？哦，好，那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人没有在教室了。哦，好像还有一位，我看一下。欸、刘志佳，欸、刘志佳有在线上吗？刘志佳有在线上吗？哦，好，那我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这是在海院吗？还是在哪里？哦，武岭哦，武岭啊，那看一下，这个吴敬赫有在线上吗？那个吴敬赫同学有在线上。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欸、这个是在宿舍吧？没有。这个罗浩宇同学有在线上吗？罗浩宇，好，那好像都有在，好像大家都听到点名都有出现。好，最后再点一个，再看看一下这个。这个王玉志同学有在线上吗？哦，有哦，是在教室里面。哦，那他可能是 GPS 会有一些漂移。好，那我们点名就到这边，好像基本上都同学都有来。好，那就是感谢那个大家的配合。那哦，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刚好进行这个 Rubio 的小考好了。那也是一样，就是会有三个题目哦。那我先打开第一题。第一题是考那个字典排序啊，就是下面有三个序列，哪一个序列它不是字典排序？那我们大概两分半钟以后会跳到下一题。
剩下30秒。那我打开下一题。下一题就是说有这些程式嘛，它主要是考那个 pick 跟 sin 点 get。然后假设说我有上面这些程式嘛，然后当我执行上面这些程式嘛的时候，它假设说使用者输入了 a b c d e， 输入了这五个字元，那它问你说。输入这五个字元之后，这个 output 这个 string 里面它存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是下面四个选项其中一个。那我们大概三分钟以后会跳到下一题。剩下30秒。好，那我准备打开下一题。下一题是说呢，我假设我给定这，我给定一个 a vector of strings。那假设现在我们想要用一个 unstable 的排序方法去排序下面的字串，那它排序的依据呢？它排序的依据是依字串的长度来做排序，它是依字串的长度来当做比大小的一个依据，然后它是排序的顺序是由小到大，就是 ascending order 就是由小到大，
好，那他请问你说这样子排序的结果呢是下面哪一个？那我们大概，两分半钟以后就是结束，这一次的小考。剩下30秒，30秒之后我就会关掉这三个那个题目的作答。那我准备关闭这个三个题目了。好，那假设你还没有选的话，就是请赶快选一个答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这三题的答案是多少。好，那这个第一题的正确答案就是2啊，2的排序它不是字典排序，字典排序就是依照 A 到 Z 这种字母表嘛，由小到大的排序嘛。那第二个它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是在于这个Bent 跟 benefit 这两个字顺序错了，因为它前面两个都是 B1 嘛，前面都是 B1， 所以我们要去比较第三个字母。那 Bent 它的第三个字母是 N， 那 benefit 都是 N 啊，都是 BEN， 所以要看第四个。那 Bent 的第四个是 T， 然后 benefit 第四个是小写 E， 那这个顺序错了嘛，因为小写的 E 要在 T 的前面。所以，第二个的顺序是错的，它不是字母排序。那其他三个都是字母排序。好，这基本上就是你不要漏看，或是那个顺序不要排错，应该就会答对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下一题正确答案是这个 AABC 啊，就是这个 output 它存的是 AABC。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哦。它这边宣告了一个字元阵列了 ，CH4， 它里面有四个字元，然后它把这个 pick 的回传值存到 index 0，然后把 cin get 存到 index 1，然后 cin 点 get 存到 index 2，然后再用一个 pick 存到 index 3，就是大概就是这四个叙述，然后最后这个 for 回圈就是把那个这四个 character 把它跟那个 output加在一起的，就串在一起的。那这 output 原来是空的啦，空的，所以它就是等于说把这四个字元一个一个串在一起而已。好，那我们来看 index 0是什么字元 ？index 0是 A 没问题嘛？因为使用者输入的第一个字是 A。但是这个 pick 的话，就是我们上课的那个影片它有解释啊，就是这个 pick 的话。他读完这个 A 之后，这个指标呢不会往后移，这个指标不会移到 B， 这个指标呢还是停留在 A。Pick 的话就是看，他看了之后，他并没有把他的指标往下一个移动，所以这个 Pick 呢，经过这一行之后呢，他的这个指标就是还停留在这个 A 的地方，所以下一个 C in 点 get 呢，他还是会 get 到 A， 所以这个 index 1这个地方他读到了还是 A。然后 get 的话，它就会把指标往下一个地方移动了，所以当它读完 A 之后呢 ，C 印点 get 它就会把它的指标移到下一个，就是 B。所以在第二个点 get in 它所读到的字元就会是 B， 所以它会把 B 存在 index 2。所以我们知道前三个就是 AAB 了，前三个就是 AAB， 所以这样子的话，不是第一个就第二个。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第三个是 pick 的话是 AAB， 所以现在指标是指向 C 嘛，那它就是把 C 给这个 index 3。然后至于说是 pick 还是 get， 其实没有差了，因为那是下面一个的事情了，所以这个 CH index 3这里是 C，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那个 AABC。那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问题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连结啊，这个 reference 这个 web page， 它里面你可以找一下，每一章都有一些补充的资料，然后在 strings 这一章哦，这边有一个 video， 就是 get putback pick， 这个 video 我们上个礼拜有看过嘛，它有解释说这些function到底要怎么去使用。那第四题的正确答案是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选项都是有可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它这个排序的话是 unstable 我没有解释过，就是它排序的时候呢，它不会保持前后的，就是排序完之后它不会保持前后的，它没有办法保证前后一定是跟排序之前是一样的。那这个是在这个 sorting 投影片的最后一页，就这里，就是这个 unstable 它没有办法保证说排序完之后这个相同的 key 或者是相同的 key 它仍然在排序之后仍然是维持一样的顺序，它没有办法。那这边排序的依据就不是依那个字典顺序了，它是换了，它是以字典的它是以字串的长度。那字串长度我们前面有教过嘛，就是看你字串有多长。所以像 BIO 它的字串长度是 4K，
Camo 自串长度是5，然后 Alex 自串长度也是4。那自串长度比较短的应该要排前面嘛，因为它是由小到大，然后是依自串长度来排序，所以这个 Alex 应该是要在这个 Camo 的前面，因为 Alex 是4，它自串长度是4嘛，然后 Camo 自串长度是5，所以像第一个这样排序就是对的，就是自串长度短的排前面，然后自串长度长的排后面。那其实你如果检查一下，你发现23也会是对的，因为它也是根据自串的长度，然后由小到大排序。那它这边的差别就是在于说，比方说第一个跟第二个，它是就这两个交换了，就是那个 Zitella 跟 Yolanda 这两个名字交换了。可是这两个它自串长度是一样的，它自串长度都是7。那这个在 unstable sorting 是有可能的，因为 unstable sorting 就是说，我排序长度都是7嘛，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长度都是7的，在排序之后，我这边框错了，就是 unstable 就是说长度都是7，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就是说长度都是7的情况下排序之后，它前后的顺序还是跟你之前的是一样，它没有办法保证。所以2的话就是有可能是 unstable sorting 的结果。那像3的话，它是前面两个对调，就是这个 Bill 跟 Alex 对调，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是 unstable sorting， 因为它的长度都一样，但是它没有办法保证长度一样的情况下排序之后仍然是维持一样的顺序。所以这题正确答案的话是4。好，那看大家对这个题目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假设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到那个，就回到刚才上课的投影片。刚才我们是教到这个 constructor 嘛，那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例子哦，它这边定义的一个 constructor， 那 constructor 就是说它是一个 member function， 然后它的名字要跟 class 是一样的，然后它的目的其实就是对 member data 做初始化。所以这个 constructor 它会去根据这个输入的两个参数，然后去初始化它的 member data。那它的使用方式就是类似下面这样子，比方说我用这个 data type， 我宣告一个 object date one， 然后它后面就是接圆括号了，后面就是接一个圆括号，这个就是在呼叫 constructor。然后它输入的这两个参数呢，就是刚才的这个，month value 跟 day value， 就这两个。好，所以这边我们是在宣告一个 object， 当我们在宣告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呼叫 constructor。那这个呼叫 constructor 就是后面要接一个原挂号。等一下我们会讲，即使你没有加原挂号，它也会呼叫 constructor。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只要是宣告一个 object 的话，就一定会呼叫 constructor。那呼叫 constructor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就不接圆括号，那个叫 default constructor， 然后另外一种是有接圆括号。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接圆括号的这一种。那这个括号里面的参数个数就是根据我们当初在定义这个 constructor 的时候所决定的。我当初定义这个 constructor 的时候，它的输入有两个，你也可以让它输入是一个，或者是空的，或者是三个都可以。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是它会把这个，假设这边是74，它的输入是74好了，这个地方它就会把这个7 copy 给这个 month value， 然后把这个 month value copy 给它的 member data， 就是这个 month，
然后会把这个四 copy 给 day value， 然后再把这个 day value assign 给这个 member data day。这是第一个 object 叫 date one， 那它可以有它你可以宣告很多 object， 所以它这边另外一个是宣告另外一个 object date two。那不同的 object 它的 member data 是独立的，就是不同的 object 之间它的 member data 是独立的，不会互相影响。所以 date two 呢也会有它自己的 member data， 那也是它也是透过这个，它也是透过这个。constructor 就是后面接一个原括号来初始化它的 member data。那这个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就是假设我这边已经，哦，我把这个例子抠过来。那我现在宣告一个 object date one， 然后这个初始值，好，那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设成 private， 我把它设成 public 好了，那我可以把它指印出来看，这是为了。方便起见啊，但是实际上我们通常都会让它是 private。好，那我下面这边就是把这个 member data 印出来看。所以这个的确，它这个 constructor 是可以去初始化它的 member data。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学那个 built-in data type 的时候有讲过这个用法，比方说我要宣告一个 integer。比方说我要宣告一个 integer， 初始值是一，我可以这样写吗？那但是其实我也可以透过原括号，我也可以用原括号，然后后面括号一，来初始化这个 integer。这个我们之前 有稍微提过说，这个在初始化一个变数的时候，除了用等号之外也可以用原括号。那为什么可以用原括号呢？就是跟这边讲的有关，就是跟今天我们这边讲的 constructor， 它这边后面接一个原括号其实是在呼叫那个 constructor， 它透过这个 constructor 来初始化它的 member data。 所以所有应该是所有的啦，所有的 data type 都支援这个用法，哦，所以比方说像 string， 像我要初始化一个 string， 我也可以用原括号。我们之前都是透过等号嘛，好，比方说，assign 一个 C string 给他，然后透过等号来初始化他的这个变数。那事实上就是我们也可以用 constructor 这个语法 ，constructor 的话就是在变数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原括号，这个就是 constructor。那所有的 data type 都支援这个用法。所以这边呢，就是说，当它呼叫 date one，
他就会呼叫一次 constructor 去初始化这个 date1 内部的变数。那当他这边后面宣告了一个 date2， 他又会再呼叫一次 constructor 去初始化这个 date 里面的内部变数 ，date2 的内部变数。好，那现在下课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就是比如说这些报错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些特殊状况，可是它在你的那个 sample input output sample 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因为我是自己写，就是我自己就是我是自己写自己，我没有照你的 template 写。啊，我如果自己写的话，我需要写那些东西？不需要，不需要。对，那个报错那是不需要的，那只是有时候你在手动测试打字的时候。那个报错可以让你有一些错误讯息这样子，那你自己在测试这些都不需要的。照评测的时候，那些不会影响。对对对。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对过了我的，就是我输出，而且我刚刚在特别去对，就是你说那个有同分的状况、嗯，然后左边这个是答案，然后右边是我输出，然后我看基本上就每一笔我都对过，我输入跟输出是就跟 sample 是一样的，可是我两张都七十几分吧。你说你的 A 的也是错的，对，是你有用线，你说你两个 A 的是七十几这样子，对，你有测试，等一下，你有用线上编译器测试吗？没有，我是用自己的，用，那你用线上编译器测试一下第六个 A 的第六个看看，看有没有一样。A 的第六个，是我后来有再新增一些，哦，新增的吗？对对对，哦、就是。好作业是啊，我有一次作业是正确率99，但我对过那个 output 好像都一样，我也不知道问题要怎么给你找、欸。你说99那一个、喔？可是上一次我最近又新上传一个新的，就不是、嗯、就不是99，是我上一次的作业。看一下，我这次成绩已经被覆盖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寄的作业是都是99。如果你是99那一次，我好像有新增一笔吧，就是你可以测一下这一笔。如果是99的话，你可以测一下这一笔。这是 sample 几遍？然后倒数第一个还是倒数第二个？嗯、就是只有一个学生的。嗯。只有一个学生情况下，我记得你的。你好像会在同分的情况下，他会找后面的，他不是找前面的。哦，好，但你可以用那个线上编译器测试，因为我用线上编译器测试是这样子，就是你那一次的程式是这样子。好，谢谢。老师，就是我是第四次作业那个第二次准确率55的那个学生，然后我刚刚又全部乱了一遍。蛮仔细看的，应该是都对。嗯，对。你是说用线上编译器测，然后都对？对。然后，而且我学了刚刚那个人全部截图下来。嗯。对。然后我在想，就是有一个我在编译时有碰到一个状况，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就是我输入完之后就直接就输入完这个就各个分数。我没按 Enter， 它直接跳出下面这些，我不知道会不会没有按 Enter。对，因为你说贴上对不对？嗯、你复制到它一个回车键，是复制自己下去，贴到 Enter。嗯，感谢，原来是这样。所以、然后它会有点卡，我有的时候用它会有点卡，所以我觉得应该正常。如果你是用那个什么 Cobblang，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哦，那个比较好，没事，好，谢谢。对，然后我都测试过了，应该是没问题。然后我也有用，就是我看。
好像之前也有用 STD， 我研究一下又写了一个，然后也都测试，应该都是没问题。然后这是我上次交的作业，也真的都测试过了。嗯，对。那看一下，全部都自己打了。嗯，全部自己打了。这些东西是都 EZ 这些对吧 ？EZ 对，全部。你没有用 template 的。我对。那没问题，没问题。那你确定你们格式没问题？格式没问题，格式没问题，没问题啦，格式没问题，因为它有分数吧、嗯。不然有分数应该是没有问题。嗯。对。那我看一下。那这样就很奇怪啦。好，那没关系，我回去看一下你的这个。很特殊的情况，或是我用哪边犯傻了，比如说记错东西。应该不过你有分数啊。嗯，我是啊，有分数这很矛盾。不会有去。那你看你的是，你是哪一个？我回去看一下。就第一个，全部第一个。第一个吗？108、103、003。这个。对。好，那这个我。这两个差距很大。回去看一下好了。嗯。我回去看一下你的，基本上这些。我是有看过啦，就是你这个如果只要不是100，我都会跳出来看一下。那我看的结果都是在我那个评分测试的里面是没有办法通过我给的这些测试，就是在我那边看是这样。那我回去再看一下你的是不是看是哪里有问题这样子。好，对对对，谢谢老师。那个教授，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第四个作业，你有之前有出个 template， 然后有说什么 hard 跟 easiest 的那个问题？那好像早期用的话就是 hard， 然后晚期用的话，那个没有，对对对，那个没影响，那没影响，那没影响，没影响，只要结果对就可以了。对对对，那个没影响。好，那到时候如果像是你重跑那个的话，我可以跟着跑啊。跟着跑是什么？没有，你其实你可以自己。还是说，如果都 OK， 基本上也是 OK。对啊，你自己如果测过这个 Improv Sample， 那都一样。是有，但成绩没出来啊。对啊，你自己如果这些都测过，那我觉得，然后假设又一样，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对啊，对啊。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里它是不会去改动里面的 Mentor Data 是吗？如果用这种的方法的话。会啊会啊，这个就是可以改变它的 member data。哦，就直接改变 nano data， 但我不能在 main 的时候直接把 nano data 印出来是吗？就是对对，你在 main 里面，你如果用这个 class 去宣告一个 object， 那你不能直接用那 object 透过 dot 去修改这个，因为它这边是 private，、okay. private 不允许在 main 里面去修改这样子， okay. 或是其他非 member 的 function。OK， 好，来谢谢。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我少六个，那个我可以。啊，他说他全部都测过。对，全部都测过。我刚又把六就是补上去了，也测过。哦，看看。就我可以知道说我是错哪些。你是哪一个？是2号。2号，94是这个。嗯。他也是94，我印象中是，应该是这几个吧，新增的这几个应该就有问题。对对对。所以这几个你有测过吗？我刚刚有再丢进去一次。所以这四个你都有测过，然后都是一样的。嗯。好，那我看我再看一下好了。好，谢谢。
印象中好像是这个错吧？我印象中应该是这个错。第7个。对啊，我印象中是这个错。好，对。你再测一下好了。假设你这个都对，但是假设你这边测的都还是全对，那你再寄一封信给我好了，我再看一下是不是要再提供一些新的 sample 这样子。好，对对。谢谢。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个别不相关的问题。另外一个，那个我之前寄了一份第4个作业的档案给你。如果我要再寄一个新的，我是重新寄一份，然后什么 program A， 然后名字，然后一份档案，还是说我就用回复的方式直接用档案然后名字？没有没有，就是跟原来的一样，就是依照原来的方式再寄一次。所以就是不管前面那个，然后重新寄一份，就是全部都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只是只有档名新的档名不一样。档名一样也没有关系、啊，是这样吗？对，档名一样也沒有關係。看时间是不是？我那个会自己产生根据时间产生一个戳记，所以档名一样，它也会时间戳记也会不一样、啊對對對。好，所以我就完全重新记一份。对对对。那如果我之前有一次是用回复的方式会出事吗？假设你的标题都一样，都没动，就是回复我寄的邮件这样子，第二封。你标题如果都一样，然后附件档名也是学号，这样应该是都就可以了。那我保险起见，我重新记一份。可以啊，可以，好，可以啊，谢谢。就是你刚刚叫我测那个新增的那个，然后我现在是用线上的那个测，然后应该是一样的。哦，你是说 AID 的第六个？对 ，AID 第六个。好，那你再写一封信给我好了、啊，就是说你的学号，然后你是对对对，你是这样的。就是问那个作业五个问题，就是像这个我一个一个追踪，问我这个之后输出的内容，就是像这个修改第3个，然后把它改成6分，就是这个东西要掉下去。但那讲前面删掉那个，就是这个耳压原本被排掉，它这边是不能死回复来的，就是没有它，对对，它丢掉之后就没有记忆了、哦，所以这边会输出说，就是因为它又死回复来，然后所以这个它有死回复来，因为这个6，我不知道是照道理来讲，因为后面应该是变成这样，这个才变4，所以这个6应该是在这边要被排到第5，只是因为我这个 area 被排掉之后，我修改这个6过来，但是它又先把 area 排回来，不是把这个6分的排，所以我最后这个输出才变得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这样子。就是你的规定，这边是，就是像，对，就是把这个79加上去，这个area被排掉了。有排掉吗？就是这边已经 ，motherfuck， 加了一个比较大的，四，然后90，79。哦，你说排掉，加79这个排掉。对啊，所以最后没有这个aria了。哦，所以讲被排掉，对，他排掉就不没有任何记忆，对对，排掉他没有任何记忆，排掉之后这个就是那一笔就不见了。哦、OK， 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现在继续上课。刚才讲到这个 constructor 嘛，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些用法。就是说这个 constructor 在用的时候呢，它是就是在这个变数的后面直接接一个原括号嘛，但是呢，它不能像一般的 member function， 像一般的 member function 是透过 duct 嘛，就是这个 object， 然后这个 duct， 然后 member function 的名字。但是这个 constructor 它不能这样用，就是你不能用一般呼叫，用一般呼叫 member function 的方法来呼叫这个 constructor， 所以像下面这一行，这个是语法错误啊。所以像这边，我们不能够
啊，这边我宣告了一个 object， 那你下面你不能像呼叫 member function， 你不能直接去呼叫这个 constructor， 就是用 member function 这种方式。啊，这个是一个语法的错误。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constructor， 它有另外一种写法。刚才我们介绍的是 master 一这种写法，那它还有另外一种写法，就是这种方法叫做 initialization section， 就是它是透过这种冒号，然后后面接变数这种写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这边 constructor 它后面接原括号嘛，然后原括号是输入的参数，然后呢这边是它在实做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呢，它在这个原括号的后面接了一个冒号，那冒号的后面呢它就是开始去设定它的 member data。 哦，那比方说它要把 month value assign 给 month 的话，就是它在 month 的后面接一个原括号，哦，那原括号里面就是 month value。那这样写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等同于这一行啊，就是把 month value assign 给 month， 然后后面这个也就一样，就是后面这个写法就是等同于他把 day value assign 给 day， 所以这个 method one 跟这个 method two 意思是一样的，它的意义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要有第二种写法呢？就是说第二种写法它有时候比较简明啊，就是说它你这样一看就知道，就是 month value 是 assign 给 month 的，然后 day value 是 assign 给 day 的，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写法变得比较简洁，而且看起来好像不容易出错。那你会想说，那这个大括号里面就空的，它这个 大括号里面是空的，是没有关系，它这样也是合法的。那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括号里面的我们可以在大括号里面加一些叙述，去检查这些输入的值到底是不是正确。所以现在的话，他这边就是介绍说另外一种初始化变数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叫做 initialization section， 就是透过这种冒号后面接变数初始化的这种方法。那这种方法其实也非常常见。constructor 它的目的是要去初始化变数，然后它除了初始化变数之外，它其实还可以去检查说这个 data 到底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所以下面我们要去介绍，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用 constructor 来检查这个使用者的输入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输入。那像下面就是一个 constructor 的一个例子，它前面这边是透过刚才讲的 initialization section 去初始化它的 member data， 然后呢它在下面这个里面呢，它下面这个 function 的实作里面，它是去检查这个输入的这个数字，因为它已经把 month value assign 给 month 了，所以他去检查他输入的这个 month 是不是在介于1到12之间。假设不是，你的输入不是介于1到12之间的，它就会产生一个错误讯息。然后你这个 day 的输入假设不是介于1到31之间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讯息。所以它是利用这个大括号里面的这些叙述，然后去检查说这个使用者的输入到底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里面。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做法。好，那下面我们来介绍这个 constructor 的 overloading。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function overloading， 就是说一个 function 可以有很多相，你可以有很多 function 是一样的名字，但是这些 function 呢，它的参数列要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你参数列的长度或者是 data type 可以是不一样的。那同样的做法可以，用在这个 constructor 的 overloading。那像下面这个例子呢，我们就定义了三个 constructor， 它有三个 constructor。第一个 constructor 呢，这个是空的，就是它的括号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输入。那这个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default constructor， 就是预设的建构值。然后，还有另外两个 constructor。第二个 constructor 是只有一个输入，然后第三个 constructor 是有两个输入。那这三个 constructor 名称都一样嘛，都是 day of year，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constructor overloading。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要如何去呼叫这个 constructor。那首先呢，它就是用 day of year 去呼叫，去宣告啊，宣告一个 object date one， 那它后面接原括号，后面接原括号呢，是它括号里面有两个参数，所以它会去呼叫说，呼叫这个你的输入是有两个参数的这个 constructor， 啊，这个没有问题嘛。然后如果你后面是原括号，然后里面只有一个参数，那它会去呼叫。这个原括号里面只有一个参数的这个 dale 这个 constructor， 然后呢，这个第三个 date 3，它完全没有加任何括号。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完全没有加任何括号，它就会去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可是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说，那为什么这里它没有加括号，然后括号里面是空的，为什么它不要这样子写？就是说这里，它这里为什么不要写 date 3，然后后面是括号是空的？这边你不能写 date 3，然后后面括号是空的，不能这样写。那等一下会解释原因。就是假设我们要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 的话，这个变数后面是不能接原括号的。就是假设你要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 的话，这个变数后面不能接原括号。那它 后面这边是这些 constructor 的定义啦，这三个 constructor 的定义。那像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 就是我输入是空的嘛。然后这边的话，它就透过这个 initialization section 去 assign month day 一个初始值。那因为它没有输入，所以它是给定一个常数了。那它是给都是给一啊，这是自己可以任意决定的。那假设它输入有一个参数的话，它是假设这个参数是 month value， 所以这个参数会用来设定它的 member data 就是 month。那另外一个没有给的，他就把他的 day 初始化成一。那假设他有给两个参数的话，他会利用这两个参数来初始化他的 member。好，那这个他这个大括号里面呢，他有做一件事情，就是 test date。那 test date 其实是一个 member function， 它的定义在后面。test date 是 day of year 的一个 member function， 然后它的目的是在检查它的 member data 到底有没有在合理的范围里面。如果没有在合理的范围，它就会产生错误讯息，然后去这个 SE1 就是把这个程式结束掉。对，那你也可以考虑不要结束掉，然后让使用者再重新去修改，也可以这样设计啊。好，那下面这页投影片它就是在解释说，当我们要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 的时候，正确的用法是这样子，就是你宣告一个 object， 然后呢这个 object 后面不要接括号。
那如果你是写成像下面这样子，就是这个 object 后面接一个原挂号，这样子的话，它不会去呼叫 debug constructor， 这一行是有另外的意思。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下面这一行的意思是什么？这一行这样子写的意思是什么？这一行它没有语法错误哦，下面这一行这个它语法是合法的，它是一个合法的 C++ 语法。大家看得出来这一行在做什么事情吗？哦，没错，哦，就是有同学说的非常好，像这一行，它如果这样写。它其实是在宣告一个 function， 这个 function 叫 date one， 然后它没有输入，因为你的括号里面是空的嘛。它有一个回传值，这个回传的 data type 是 day of year，哦，所以像下面这样写的话，这个就是它在宣告一个 function，哦，它不是在呼叫一个 debug constructor。所以我们在 C++ 里面，如果你要呼叫 debug constructor 的话，就是不能这样写，因为会跟它现有的语法产生一个冲突。好，那如果假设我们要呼叫 constructor 呢，还有另外一种用法，这种用法叫做 explicit， 就是我们前面的那种用法叫 implicit， 就 implicit 就是隐藏的，就是然后跟它相反的就是 explicit 就是明显的，所以我们现在介绍我们前面介绍的都是 implicit 去呼叫，因为我们前面在呼叫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用到。什么 day of year 那种名字嘛，没有用到 function 的名字嘛。那下面它 explicit 的话，就是说它会用到 function 的名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要怎么去用这个explicit 的 constructor call。那首先呢，它这边是先宣告了一个 object 叫 holiday。那这个时候，因为它后面没有原括号，所以它会呼叫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好，那下面这一行就是所谓的这个 explicit constructor call。它在等号的右边呢，它直接呼叫了 constructor， 这个是直接呼叫哦，它没有透过任何 object。哦，这个地方等号右边它没有透过 object， 它就是直接呼叫 constructor。那这种用法就是叫做。Explicit constructor call， 那他把这个 constructor 产生的 object copy 给 holiday，啊，所以这种用法是叫做explicit constructor call， 但是这种做法其实他感觉有点浪费啦，因为他等于说呼叫了一次 debug constructor， 然后又呼叫了一次 explicit， 然后再把 explicit 的 copy 给 holiday， 那等于说。多浪费了一些运算，不过这样子用就 是合法的。好，那下面是 example 2的话，它是先建立了一个 object holiday， 然后它这个时候它会呼叫 constructor， 它后面接了一个原括号，它是用那个两个输入的 constructor 去初始化这个 holiday 的 member data， 然后它下面呢，它是透过这个也是 explicit constructor， 那这时候他呼叫的是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 因为这个括号里面空的嘛，所以这是一个 default constructor， 然后他把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 回传的 object， 然后 copy 给这个 holiday， 所以这个explicit constructor call 其实它会回传一个。object， 然后这个 object 是没有名字的。那它如果要有名字的话，因为我们没有给它一个名字嘛，那它通常都是要 assign 给另外一个有名字的 object。哦，那你 object 要有名字，就是你要像宣告变数这样子，它才会有名字。哦，所以这个用法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member function 的用法又 不一样了，哦，它这个是直接呼叫。
那下面有一个练习啊，下面有一个练习。这个练习是说我定义了一个 class， 叫做 your class。然后呢，它有两个 constructor，一个是 default constructor， 然后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 constructor 呢，它有两个输入的参数。然后它们的定义就是写在下面这边。那我们先看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default constructor 呢，它是把零assign 给 information 这个 member data， 然后把这个资源 A 呢 assign 给 more information 这个 member data。这个是 default constructor。然后另外一个 constructor 呢，它是把传进来的第一个参数 assign 给 information， 然后把传进来的第二个参数 assign 给 more information。这个是这个Your class 的定义。好，那我们看下面后面这个题目，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题目。下面这个题目呢，它这是第一题啊，这边是第一题，第一题里面有三个选项。那请你判断一下，哪一些这三个里面有哪一些是合法的，哪一些是不合法的？这三个里面有一个是不合法的了，请你判断一下哪一个是不合法的。对，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回去试一下，就是。那我们投票一下好了，觉得这个第二个不合法的，请举手一下。觉得第二个这种，叙述是不合法的。好，那觉得第三个叙述是不合法的，请举手一下。好，那我公布一下答案哦，答案应该是第二个是不合法的。第二个是不合法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嘛，就是，你如果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要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 的话，不能接源挂号，因为接源挂号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变成在宣告一个 function 了，这个地方是在宣告一个 function 叫做 object2， 然后它的参数是它的输入是空的，它的回传 data type 是 your object， 所以这个是在宣告一个function， 不是在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所以其实它，我们可以做一下实验，就是可以去编译一下这个例子，我先把它抠到那个这边。那我先注解掉，我先跑第一行就好了，我看第一行可不可以正常执行哦。第一行是可以正常执行的，那我这边我顺便把它的 object 印出来好了。那我为了方便起见，我把这个 private 注解掉，那我印出它的这两个 member。那这样印出来的话，应该是42跟 A 啊，应该是42跟 A， 这样没有错。好，那我们再呼叫，先呼叫正确这个好了，先呼叫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 下面这个是 default constructor。
那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 的话，前面的定义是，它会把零 assign 给 information， 然后把 a assign 给 more information， 所以这个地方，经过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 的话，印出来是零跟 a 是没错的，是零跟 a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如果试一下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这一行。下面这一行是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应该 改成 object one。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错误讯息哦。错误讯息它是写在下面这一行，它是写在24行。它是说这个 more information 呢，它是属于 object one 这个 object， 但是这个 object one 呢，它不是它的 data type 不是 your class， 哦，这错误讯息是这样子。那原因就是因为上面这一行它是宣告了一个 function 叫 object one， 它不是宣告一个 object， 它的 data type 是 your class， 不是，所以上面这一行是合法的，但是这一行的意思不是我们想要的， 它没有去宣告一个 object 叫 object one， 没有，所以导致说我们下面这一行不能这样子用，所以你把下面一行注解掉其实是合法的，下面它可以正常编译。所以假设你今天写的这一行它是可以合法编译的，然后你又想要去存取它的 object， 你会发现没有办法存取。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搞不清楚刚才讲的那些事情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我程式明明都写对，为什么这边不能存取 member data？ 原因就是因为这一行虽然可以正常编译，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在宣告一个 object 叫 object one。 那既然我们没有 object one 的话，既然我们既然说这个 object one 它的 data type 不是 your class 的话，那我们当然不能去存取它的 member data。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发现的错误啊，就是假设你程式这样子写然后产生错误讯息，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去修正。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题。第二题是说，他用 your class 然后去宣告了三个 object， 然后他下面呢是去呼叫这个 explicit constructor。 好，那下面有这三行，那这个 your class 的定义呢，在前面这一页，就是跟刚才的定义是一模一样的。那请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三行里面有哪一些是正确的，哪一些是错误的。好，那我先告诉大家，这第一行这个是正确的，第一行这个是正确的。然后请大家判断一下最后两行，这边两个有一个是错的，有一个是对的。好，那我们是投票一下好了，你觉得 object 5这样子是正确的请举手一下，你觉得 object 5是正确的请举手一下。好，那你觉得 object 6是正确的，这一行是正确的请举手一下。好，那刚才有举手都答对了，就是这个5是正确的， object 5这一行是正确的。Object 6这行是错的，是 syntax error。这个是它 不只是语义哦，它连语法都是错的。因为这个很奇怪嘛， your class 是一个 data type， 我们不可能把一个 data type assign 给一个 object， 不可能嘛。 你要做 assignment 一定是 object assign 给另外一个 object， 你不可能把一个 data type 拿去做 assignment 嘛，这不可能嘛。对，那这边我们也是可以实验一下，就是，假设我宣告了两个 object， 假设我宣告一个 object one，
好，然后把 your class 而上给他，那这样很明显是一个语法错误。他这里错误讯息是这样子，就是说 primary expression before semicolon，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预期说这个 data type 后面应该要宣告一个变数，但是 你没有宣告，就是后面应该要接一个变数，但是他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语法的错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default constructor。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 就是说它没有任何输入嘛，这个叫 default constructor。那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 会不会自动产生？自动产生的意思就是说，我假设没有去定义的话，我假设没有定义 constructor， 那 compiler 会不会自己帮我产生一个 default constructor？ 那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yes and no， 就是有时候是 yes， 有时候是 no。那今天假设我这个 class 里面我完全没有定义任何 constructor 的话，那 compiler 会帮我产生 default constructor。然后假设我有定义的任何一个 constructor 的话，那 compiler 就不会帮我产生 default constructor。所以这个地方 C 加加的规则是这样子啊，就是刚才讲的。假设没有定义任何 constructor， 那 compiler 会自动帮我产生 default constructor。然后假设我已经有定义的其中任何一个 constructor 的话，那compiler 就不会帮我产生。所以像我们前面这个例子，像我们前面这个例子好了，我如果把 default constructor 移掉的话，我这边如果移除掉 default constructor， compiler 不会自动帮我产生。我这边移除掉 default constructor， 然后我把它的宣告我把它移除掉，这个我把 default constructor 宣告移除掉，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来测试一下 compiler 可不可以自动产生。它现在可以编译嘛，因为我现在是我这个 constructor 是有两个输入，所以它会呼叫这个版本，它可以正常编译。好，那现在我假设我把括号移除掉，那这时候它应该会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 嘛，那我们看它可不可以去呼叫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 它产生错误讯息了，因为它说它找不到matching 的 function for 这个 default constructor。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compiler 没有自动帮我产生了，compiler 没有自动帮我产生 constructor， 所以他这边要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 的时候他是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我们如果把这个所有的 constructor 都移除掉的话，我现在把所有的 constructor 都移除掉，我把全部的 constructor 都移除掉，那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我再去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 它可以正常呼叫。你看 它这个地方可以正常呼叫，因为 compiler 帮我产生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符合我刚才讲的，就是在没有任何 constructor 的情况下，compiler 会自动帮我们产生 default constructor。下面是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你的 member data 可以是另外一个 data type， 你的 member data 不一定是要内建的 data type， 比方说以他这个他又定义了一个新的 data type 叫 holiday，
那它的 member data 呢，就是它用到了前面我们定义的 day of year 哦，这个 data type。所以我们的 member data 它可以是这种 user defined 的 data type。然后我们再去做初始化的时候呢，我们比方说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初始化这个 date 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可以透过 constructor。好像它这边是用到，这边是定义 default constructor 嘛，然后原挂号后面接了一个冒号，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initialization section。那 initialization section 后面就是去初始化我们的 member data 嘛。那 member data 要初始化的话，就是后面是接一个原挂号嘛。那这个时候刚好就用到了那个 constructor 嘛。因为 constructor 刚好就是这个语法，刚好就是，变数就是 object 后面接一个原挂号，然后原挂号里面就是你输入的参数，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算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啦，就是它的 initialization section 刚好可以搭配这个constructor 的这个语法，去初始化这种class type 的 member。那这个地方就是跟参数的传递有关系，那这个跟我们前面学的都一样，就是跟那个在我们在学function的时候，我们要传递参数的话，就是会有两种方式嘛，一种是 call by value， 一种是 call by reference。 那 call by value 的话，就是它要把所有的 member 都 copy 过去，所以它会有一种，它会有一些 overhead， 它会比较耗费记忆体。那 call by reference 的话，就是它只是传那个记忆体的位置，所以它在传递的时候是比较有效率的，因为它不需要把所有的 member 都 copy 过去，它只是 copy 那个 object 的位置，然后它可以透过那个 object 的记忆体位置去存取到里面的所有 member。所以我们在传递参数有两种方式，那通常我们会用第二种啦。通常我们在传递，object 的话，我们会用第二种，因为就是它比较不会浪费记忆体，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传的时候都会接一个这种 end， 就是 call by reference 这种语法。那它至于说前面要不要加 const， 这个就是看你的需求啊。如果你的 function 定义里面不需要去修改你的 member data 的话，你不会修改到这个 date 啦，就是你这个 function 里面，如果你不会修改到这个 date 的话，那前面就可以加 const， 这是一个保护机制啊，避免你不小心去改到。那如果你在 function 里面需要去修改到这个 date 的话，那这边就不能加 const。因为加 const 就不允许你去修改了。那像 以这个投影片的例子，它是去存取这个 date 里面的元素，所以它没有去修改到 date， 所以它这边就是加 const。 好，所以这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完这个 constructor 的第一个部分了，我们介绍完这个constructor 的第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介绍那个后面的这三个关键字，就是 const、inline 跟 static。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const。这个 const， 我们先看一个范例好了，先看这个范例。
他这边所谓的 const 啊，不是加在这个 data type 的前面。哦，他这边 const 呢，指的是加在这个宣告，加在这个 member function 的宣告这边。比方说，我在宣告这个 getMonth 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我在他的原挂号后面加一个 const， 就是这个用法我们之前没有学过啊，这是专门对于这种定义 data type 的时候才会用到的，你在定义一个 member function 的时候才会用到这种用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它这边就是在它的 member function 的宣告的最后面加了一个 const。那加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加了这个 const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写在下面呢、啊，就是加了 const 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呼叫这个 member function 的时候，它不会去改变呼叫这个 function 的 object 它的 member data。比方说，我有一个 object， 我去呼叫 getMonth， 那当这个 getMonth 在执行的时候，它不会改变这个 object 它里面的 member data。那因为我们来看这个 getMonth 嘛 ，getMonth 它没有输入嘛，它是传回这个 member data， 所以这个 getMonth 呢，它不会去修改到那个 object calling object 的内部 data。那这边我也是直接用一个例子来示范。这边是 day， 我用 day of year 嘛，吼 ，day of year， 然后去宣告 date one。然后我去呼叫这个 getMonth， 我去呼叫 getMonth。那 getMonth 呢，它会去传回这个它的 member data， 就是这个 month。我这边要呼叫这个 constructor 啦，所以他没有 default constructor， 所以我这边要呼叫这个两个输入的 constructor。他这边没有实作嘛，我看一下。哦，他下面这边没有实作，所以我把他的实作再 copy 过来。就是刚才那个 day of year 的 constructor， 他的实作我没有 copy 过来，他实作应该是在这边。就是这个地方它只有宣告嘛，它没有实作嘛，那我们应该把它实作也加进来。那把它实作加在这边，就是它有两个输入，然后它透过 initialization section 去初始化它的 member。 那现在可以正常执行了嘛，他这个 getMonth 会传回他的 member， 就是 month。 那现在 month 是12嘛，所以他这边会印出12。
好，那我现在示范一下哦，就是你看我这边加了 const 嘛，我在这个 member function 后面加了 const， 表示说呢，我不能在这个 function 里面去修改到这一个呼叫它的 object。现在呼叫它的 object 是 date one 嘛，我不能去修改到这个 date one 里面的 member data， 不然它会产生错误。那我们就故意去修改它的 member data， 看它会不会产生错误。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去修改它，比方说我把它的那个 day， 我把它加等于一。那我这样就是修改了啦，因为它 day 是它的 member 嘛，我把它的 member 改了。好，那我们看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啊？那你会发现它不允许哈，这个地方它不允许我们在就是刚才的那个 member function 的定义里面去修改到这个它的 member data， 因为它这边有写，它说这个 member function 就是你呼叫这个 member function 的这个 object， 它是 read only， 它不能被修改。那为什么它是 read only？ 就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加了 const。那假设你把这个 const 移除掉的话就可以了，比方说我现在把 const 移除。你看它现在可以正常编译了，所以这个就是加 const 的用意。加 const 的话，它就不允许。加 const 的话，它就不允许我们在这一个function 的定义里面去修改到 member data。那他这边有介绍一下说为什么这个 const 它有什么用意啊，它的目的就是在保护啦，它是一个保护机制啊。假设我今天我不需要去修改到我的 member data 的话，那我就可以在这个 function 的最后加一个 const， 可以避免掉我不小心去改掉我的 member data。那它会使得说这个呼叫它的 object， 它的所有的 member 都是唯独的。那假设你有尝试去修改这些 member data 的话，它会产生一个语法上的错误。那它这边是刚才那个例子嘛，是，就是刚才我们宣告了一个 member function getMonth、那 getMonth 是 accessor 嘛，它不是 mutator 嘛， accessor 它不会去修改 member data， 所以它可以把它变成 const， 它后面可以加 const。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语法。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程式码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那种 data type 它里面的那个 member function 它都会有加这个 const， 就是它要去保护它的 member data。 好，那我们今天上课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边。